好的树林。是拢已经落雪，为虾米阁遮尼热？真正就热诶！过恁来一个，等一个到二十四度就较凉啊！耶，无唔对！耶，二十四度，我来啊！闪闪细细，足水的呢！哈阮爸爸妈妈讲，因拄结婚的时阵，这树啊才拄种呢，细细丛啊，种十几年了哦，才有今嘛这呢悬。啊？什么？一挂树啊爱这呢久，才会当生做这呢悬哦？唔知影，等咱大汉了后，这树啊会生到外高。恁看，有碰见呢，真是了呢！哇！哎呦，敢那一年比一年较乱呢。妈妈，咱洗一点仔路，对绿色隧道行去买菜。好啊，我嘛真久无行遐。啊！妈妈，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啦？为什么？小公，为着增加公共建设。才要起大楼，道路需要拓宽，所以就必须把这树啊。哪会用安尼啦？这树啊，生这大棵，爱真久真久呢。而且生生在这，为什么要把它做了了？小公。都在我的身躯困真舒适吼，就是是诶，你是啥？免惊，我是树林阿公，欢迎来到树林王国。嗯，树林王国，遮足侪树啊，足水诶。在树林王国内底，树啊是上幸福诶，但是一旦离开遮，就。你是讲绿色隧道的遐个树啊，先？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，逐天拢有真侪大树横错了了。运气好诶，无得卡硬硬刷去别位，或者是利用啊。但是大部分拢无辜牺牲啊。我嘛唔知影，为虾米要甲恁错了了？阮为着守护人类甲地球，总是尽力徛在遮。但是人类常常为了私人的利益，就牺牲阮的性命。我无爱。阮甲所有绿色植物共款，会行光合作用制造氧气，吸收二氧化碳，净化空气，美化环境。树卡会用调节温度，果子及植物体会用当作食物，药材烹料建着材料，摕来烧做纸。树根会防止水土流失，防止沙尘暴，增加保水的能力，改善生态环境。除了这以外，阮阁会防观赏，放轻松，治疗目睭，和其他的动物休困，维持生态平衡。阮对人类世界来讲，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命体。爱安怎做，才会用甲恁斗三公？你会用甲我拄则讲的话，甲你所有熟悉的人讲啊。
改变大家的观念，卖个乱凑球啊！这唔那是为着阮好，嘛是为着恁人类家己好啊！好，我一定会。小公，小公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。你总算精神啊，差一点仔把我惊死。妈妈，我拄只拄着树林阿公啊！什么树林阿公啊？你着煞昏去啊！妈妈，我无甲你骗，我真是去树林王国。树林阿公甲我讲，树仔会用净化空气，制造氧气，阁会用调节温度，防止水土流失，还阁有……好好好。树仔袂晓讲话，嘛袂晓振动，所以咱常常袂记哩伊的重要。地球确实无树仔，唔然有真侪生物会消失。人类也无法度生存，卡斯无树啊，人类也会死亡。咱只有一个地球，种树、爱树、保护树是咱大家责任。